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肥仔欧林，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。官方终于是更新了西部牛仔的阵营，你看它的地图也是出了一张新地图啊，牛仔的专用地图，非常的漂亮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阵营中的角色啊，这是炸弹兵、矿工、仙人掌，手持套索的西部牛仔，这一个是快枪手，这一个是神枪手。这是拿着双枪啊，单手拿着双枪，就拿着四把枪的一个枪手。下面咱们就逐一的来看一下这些角色的效果如何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炸弹兵的效果，他这个炸弹抛出去以后啊，要等这个引线有一段时间，然后才能引爆，并且他们丢完炸弹以后啊，还可以上前肉搏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矿工，他扛的这个十字镐感觉好重啊，劈下来就是一个范围攻击，但是攻击的频率不是很高，打完以后要等好久，哎，才能发动第二轮攻击。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非常可爱的仙人掌啊，他明明就是一个人套了一个仙人掌的服装嘛，哇，他可以发射出很多的仙人掌刺，这个可厉害了啊，还可以抱着人，他可以用这个刺把人扎在身上，被包围了也不怕啊，身上这几朵花还挺可爱的。再来我们看一下拿着四把枪的这个枪手啊，穿得非常帅气，我们看一下他的攻击方式啊，他并不是平面的射击，他是朝上方射击，然后非常精确的打击到别人。我们来增加一些啊，来我们在后方再增加一些，增加一些原石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而且我们这个是没有开启连发模式的，就是普通模式，所以它的射击频率非常的高。现在刚刚是换了一轮弹夹，技能在 CD 中啊，防御不是很高，一棒子敲死。现在登场的是套索牛仔，也是非常帅气啊，这个马好健壮啊，好肥啊，他的马是可以撞击的，这个套索刚刚是没有套中啊，技术不行嘛。哎，现在围着转，哎，套中了，哦，感觉自己要摔倒了，没有。哎，这个兵种非常的有意思啊，有点像鱼枪兵的那种感觉啊，用这个兵种和鱼枪兵来对抗一下的话，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毫不情愿啊，给拉着。咱们接着来看神枪手，哎，这个神枪手好像是个妹子，看一下他的能力到底如何。哇，有点像狙击枪的形式啊，瞄准到敌人，锁定一名敌人，但是防御不行，我们把他安排的远一些，他的这个射程应该是比较远的吧。哎，果然射程很远啊，换弹比较慢，你自己来控制一下，这个换弹的动作非常帅气。完了，要被接近了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在连发模式下的效果啊，咱们就不用拉拉队了啊，拉拉队可能效果更快一些，那个射击的速度，连发模式相对来说比较中性一些。哎，这个频率刚刚好，你看多么淡定，多么自在，多么的帅气啊。看完了神枪手，咱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快枪手，这时候我们已经是把连发模式关闭掉了啊，一次性快速的射出六发子弹，然后换弹继续射击啊。刚刚咱们看到在普通状态下，就是没有任何 buff 的加持下，它的换弹速度还有射击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。现在咱们加上一些拉拉队，再来看一下效果。对方我们配备了50多名的士兵，哇，疯了，这已经是疯了，这是什么造型？哇，你看这个枪转的，边转边打，秀操作啊，这是，太帅气了。
好的，那么咱们这一期的西部阵营就演示到这边，后期咱们会逐步的去用这个阵营中的兵种啊，去玩一些各种好玩的对抗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